声音呢 ？OK， 漂亮。바람불고비가오면그날의기억떠올라흘러가는강물따라너를찾고있어사랑하고또사랑했어추억만되뇌이고낙엽지면내마음도멈출수있나요能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真意，不会漂浮不已，你要为我再想一想。学学，谢谢宝子们的关注，主播是我。